哎，知道我们要干嘛吗？不知道。我们要重抽了，因为我们上次是抽到松山捷运站，在找了，在安排了，但突然想到我们有个计划叫做火车，对，我们就觉得要把松山留在火车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再抽出下一站。下一站，我们没有偷懒，就是懒，就是没有用偷的，我就是觉得。我不想要拍两次，就是略略懒而已啊，有点远啊，点啊，对，有点。结果来一个新店的懒，你说两那个最远的，县市爸马上就来了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先眯一下。我还好，还有松山嘛，还好啦，还可以啦。南京三民也是很远的，靠北少一站。好 ，OK， 出发喽！来出发，南京三民站。下一站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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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啊，我要先吃，这算是他们家的招牌吧？哎，招牌排骨，它的名字都有一个二了，二了是吗？二四力排骨啊，二四力排骨，对，真的很巨耶。我从来没有吃过炸排骨夹在三明治里面，它其实元素里面就是有一点生菜美乃滋，嗯，然后还有蛋标配，还有一个小黄瓜已被消灭，对，刚刚那个后置的那个在后场，我们先把它后场就是这里，对，然后它的酱好像是有白跟黄，嗯，有黄酱跟白酱，哦，对。但是我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直接一口咬到面包跟就是所有料，那你先吃，所以我决定把它分级，先吃排骨。它刚上菜的时候那个排骨超级香，就是端到上面来那个排骨的味道是直接冲进脑门里面那种，比较像是有一点先腌制过的那种，这个颜色应该是要腌了才会有这个颜色，对啊。那我来看看我要怎么。哎、欸，咬那边吧，露出来那边了。你就这里吗？对啊，它都露出来就咬它吧。啊，好脆哦。很好吃哎，它的排骨味道是偏比较重的，嗯，腌制味。啊。可是我不知道它是直接腌进肉里面，还是是粉的调味。整体吃起来，它的粉是。又酥又 Q 的那种感觉，嗯，然后肉的厚度其实还不错，蛮厚的，算是蛮厚的，它算是肉厚，但是粉也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它的整体口感是比较有层次的，然后也吃得到猪肉新鲜的味道，还有骨头，有骨头，我这口没有，看起来好像没有，还没有 ，OK， 过关，过关过关，很好吃，而且它的面包是软的，我还没咬，但是我刚刚有。按一下，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厚的吐司，然后我觉得是大部分人会拿来做法式吐司的那种厚薄度跟弹的感觉，可是它的表面是煎到就是像焦香焦香，可是它没有裹鸡蛋哦，它没有裹，它没有裹，它就直接下去煎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好吃，它就是比较偏软软烂啊，不是软嫩，软就是软就是对，软烂的。怎么好像在骂人？好，下一个。啊，下一个我们点的是塔塔鱼排。我觉得它的蛋都很可爱耶，它这个有点像是玉子烧那种，玉子烧的厚厚的厚蛋，它把它卷成一个很像正方形的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只有塔塔酱，然后生菜是在里面比较里面一点的。它好像应该都有一片起司。所以你就可以整个咬。目测呢，我可以咬这一段。OK， 我要来吃它面包加起司。哎、欸，这面包加起司，你咬了鱼排。鱼排必须的吧。它鱼排好鲜哦、喔，很好吃哎。然后它鱼排的那个酱料皮，跟某知名鱼排的。什么香鱼？我知道，你说你头上那个符号吗？类似黄色的符号。OK。我很喜欢哎、欸，然后再搭配它起司的那个略带一点咸味跟香味。那你要吃一点蛋吗？你都不知道它蛋是什么味道。对，我要寻求帮助。辅助系统。对。碍于有人
她是熟女，所以她口不能张太大。熟女没有办法，主要是怕脱臼。嫩蛋，很嫩哎、欸，很嫩蛋哎、欸，所以它也不像玉子烧那种那么扎实。玉子烧是煎的很久很久很久、嗯，然后把它压得很实很密。它其实比较像就是那叫什么蛋呢、啊？美式嫩蛋。美式嫩蛋，美式炒嫩蛋，然后把它弄素食这样子，很香哎、欸，那蛋香。哦，那熟程度弄抓得很好。嗯，看起来很干柴、欸。对啊，它就很像那个帮我把早午餐全部夹起，嗯，感觉元素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主餐，然后配菜，然后面包。跟蛋，啊，就把你夹，他把你夹起来，然后不让你一口吃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差不多这个感觉。OK， 就算帮我夹起来，我还是要分开吃。但我很喜欢哎、欸，它面包是真的好吃，面包的那个面香我很喜欢。好，好吃好吃，主菜都好吃。主菜吃完，接下来要喝饮料。啊，是啊、喔，我要吃配菜。啾啾啾啾。武侠剧看太多了，锵锵的。低成本配乐，这配乐我不知道去哪里找。我们是搭配套餐，它有个套餐加75块，可以选一杯40块的饮料，跟一个49块的小点。40块饮料是两种，清茶跟红茶。清茶是无糖的，对，红茶是固定甜度。对，我们是去冰。很顺的，就这样，差不多了。红茶，我看你要讲什么 ？OK， 讲不出什么，但是哦，嗯，顺顺，对嘛，对嘛，对嘛，顺嘛，顺啊。只要红茶好喝又顺，带点清甜，那几乎不关了。刚刚讲的套餐，我们配的小点，玉米球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没看过这个形状的玉米球，觉得它很像那个，那个玉签呢、欸？可是玉签有一层粉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。感觉啦。嗯。哦，满满的玉米，很绵呢、欸。跟我想的不一样，看起来很像哎、欸。很好吃哎、欸。我们是有再撒一点胡椒盐呐、啊，这上面它有附胡椒盐跟番茄酱。嗯。我觉得撒胡椒盐还不错、啊。本身没味道。不是，就是它，反而是它芋泥，我觉得甜度算高，算我吃过片比较高的。所以你像不喜欢吃太甜的人，就拿一点盐咸味把它中和掉，我觉得会更顺。然后它一包像是6颗，还不错啦，6颗49块，然后这么满那么绵的，我觉得很值得，嗯，好吃，还可以啦，嗯，慢慢慢慢慢慢。好的，好，这家店可以，好，我觉得过关。我们还有另外再点一份薯条，薯条不用了吧？薯条就看你要不要吃，薯条还是很香啊。薯条就是脆薯吧，黄金脆薯，黄金脆薯，很喜欢黄金脆薯，因为它比较口感。OK， 好吃，好，这家店可以。那我们就来开灯，开灯喽。吃饭呢？吃早餐呢？大家早安，先吃再讲早安。现在最重要的环节，哎，抽签。我们刚刚吃了362块，对，我觉得是刚好饱的程度，哎，蛮喜欢的，蛮好的，刚好。来，你配乐失败，哎，字很小，哎，字很小，字很少，两个字，还有两个字。好远哦！我们现在在南京三民了。对，下一站新店。啊，走了走了。